从第一集到现在，你觉得哪一位评审讲评你都听不太懂？恭喜包小松老师！好，我们有请包小松老师。所以你没有写包小松老师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然后那眼镜真的搭得超好，超有型。他一定有写，他一定有写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写。比赛到现在啊，觉得谁的运气最好？对，什么？你问题是什么？我心荣幸，荣幸，哎，可能有两个，我等一下聊聊。而且扣掉我剩四个，更好找。快来娱乐小时刻分享影片喽！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喽！